是我体寒，其实我也是过敏了，就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红，也没有火，然后也一直在拍剧，也一直被大家在吐槽说预言他什么脸盲，然后记不住脸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大家也记不住我，我也没火，然后各路男生带我，我也不火，这也是就实事求是的一件事儿，不是我情商高，我就是。实事求是的，就那么表达出来。实在，我就是怎么想怎么说。再一个，反正也没别的办法，是吧？怎么着，别人还是非要说，还是说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嘛，就还不如我自己先说。我就是过好每一天就好了，就是我觉得终有一天大家会看得到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是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？也许很累，身很美，也许卑微，就是完全把这个放弃下来，没有。好多人问我听过你不累吗？你给我累的时候说，你是认真拿来这么想的吗？我说也不是，那放弃了你。我说是你也不是，就是我自己也停下来想这个问题，就是演戏的时候开机之后，每一天收工差不多都要去训练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今天早上开工到晚上收了工，晚上之后还要再去训练到半夜，第二天接着开工。收工之后都会自己去。燃烧华丽的烟火，绽放一次就足够了。我就是找，我必须要找。然后那场戏拍完之后剪出来了，我主要就是为了录这个，我想要一个剧本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没有跟他跟人共情到，我觉得最理想的那种，就是他不打动我，我觉得他就打动不了，他一定要先打动我才能够觉得。屏幕之外的观众共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彤。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彤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彤。自己打的自己。这是你的事啊。